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的任务，需要你们来完成。任务？嗯，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的任务，需要你们来完成。任务？嗯，任务？嗯，任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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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这是嘲讽我呀，还是嘲讽检察院呀？陆处长，看您这话说的，我既不敢嘲讽您，我也不敢嘲讽检察院。我们山水集团一路以来都非常痛恨腐败，任何时候、任何情况之下，我们一定都会配合工作。痛恨腐败就好，我还以为你喜欢呢。 陆处长真会开玩笑啊！各位，镜头下半交接，免得高总啊，到时候找我们算后账。陆处长，你又小气了不是？哎，对，这是我今天特意准备的摄像机，加上你们的两台摄像机，一共三台，我相信今天没人敢捣鬼。刘总啊，您这是何必呢？啊？ 让自己那么难堪，又让我们难做。我们今天来找你，只不过是一次例行传讯。少来这一套！我知道你们来干什么的。这个摄像机看到没有？是监督我们执法用的。现在啊，把你的一举一动全都拍下来。等你哪天冷静下来，回头看看，我保证你会后悔莫及的。我现在已经后悔莫及了。我早知道我就应该听别人，我早点出国。出国？像丁义珍那样溜之大吉？我告诉你。 丁义珍现在在美国，餐厅里给人洗盘子，还受当地黑社会的威胁。你哄小孩呢？你怎么不说他直接死了呢？人家在非洲开金矿好着呢。哟，谁告诉你的？你要是告诉我是谁告诉你的，我算你立功。哼，侯亮平，你太想立功了吧？逮着我你也立大功了，你做梦！我知道你六亲不认，落在你手上就毁了。恰恰相反，落在我手上你就得救了。 脚跨上来了，好，最好让他自己跳下去。别告诉老虎啊，先别开枪，让他自己了断，这样咱们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我这也全部都打开。陆处长，既然他们交接工作还得坐一会儿，要不咱们出去走走？好啊，走，行。 陈清泉，你的刑期已满，现已释放，请在这里签字。好，好，好。陈清泉，你涉嫌职务犯罪，被拘留了，签字吧。我说，你们衔接的挺好啊，陆处长。 觉得我这儿怎么样啊？他们都说在你这儿只有想不到的，没有办不到的。不是有一个法院的副院长，在你这儿嫖洋妓，落了马吗？哎呀，这事儿我还真不是特别清楚。我也是后来回来之后，酒店的经理告诉我的。其实那个副院长他真挺冤枉的，人家真是来学外语的。 说真的，高总，我应该没比你大几岁吧？你怎么会涉世这么深？这一点，我挺诧异的。这有什么可诧异的？陆处长，您的母亲是法官，您的父亲是军队的干部，您生活在一个可以帮你安排一切的权贵家庭。 我，你开我什么玩笑呢？如果我陆毅可是权贵的话，那你的山水庄园是不是该给我点股份呢？
赵立春书记的公子就是你们这儿的大股东吗？有股份就得担风险，但我不知道陆处长您愿不愿意担这个风险啊。将我的军？我没将你的军，我实话实说。哎，您这么想了解我，那我就跟你说说吧。我跟你不一样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。我能有今天的位置，是靠我自己一步一步打拼出来的。其实说心里话，我挺为自己自豪的。的确是，十年间创造了一个几十亿、上百亿的王国，的确是个奇迹。所以我要感谢这个创造伟大奇迹的时代呀！你知道我经常跟我的员工说什么？一个人只要有理想、有能力，他就能创造奇迹。你看看我，除了能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可是今天不是还是一样创造了山水集团这个奇迹吗？这个奇迹是权力创造的还是能力创造的？当然是能力。陆处长，我认为人的能力除外的一切东西都是力。这还有待考证。不过高总，扫黄在你这儿扫出了一个贪赃枉法的法院副院长，为此你就没有一丁点的害怕担心吗？哪怕一点点。我是开酒店的，我只能管酒店，我管不了别人的道德品质。像这样的治安疏漏哪家酒店都有，我不知道我应该害怕或者担心什么。有些事儿啊我们管不了，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活在当下。您看看，这么蓝的天，这么白的云，这么美好的空气，我们应该好好享受才是。啊，要说真有什么要担心的事儿，还真有，那就是人生苦短呀。陆处长，您不觉得吗？你的心也太宽了。要我是你的话，我就会问问自己，在我发家致富的过程当中，是不是存在着巧取豪夺，有没有民众的血泪？血泪，陆处长，这是一个爱拼才会赢的时代，你不让别人流血泪，别人就让你流血泪。你就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过那些失地的农民、下岗的员工吗？我不知道我跟他们有什么关系。陆处长，我们山水集团的每一分土地，那都是合理合法过户来的。对于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，我们集团做出了应有的赔偿。至于那些下岗的工人，我不但没让他们下岗，我还给他们提供了几百个就业的机会。那大风厂那些即将下岗1000多名工人呢？你怎么看？陆处长，您这问题问的就更奇怪了。这问题您不是应该去问大风厂的厂长那个奸商蔡成功吗？问问他为什么把好好的大风厂就这么给搞垮了。刘总，在部队当过侦察员，还救过大火中的小孩，立过3等功，可你今天如果拒捕自杀，那这脸可就丢大了。你怎么面对你地下的长辈啊？行啊，侯局长，没少调查我呀。你的案子嘛，不做调查那是我失职。哎，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亲自来吗？就是怕你情绪失控发生什么意外。你不来我什么意外也发生不了。我知道你侯亮平，你是个狠角色，可你别忘了我刘新建也不是吃干饭的，想抓我没那么简单。可是刘总啊，你是国企的老总，就这么坐在窗台上太不雅观了吧。我建议你啊，想跳就跳，不跳就给我回来。不过我让你跳之前好好想一想，这么跳值不值得？值。我讲义气怎么了？我敢打赌你只要跳了，人还没落地你就会后悔。你想想，你死了，你那帮朋友一个个都活得好好的，这不太公平吗？刘总啊，我知道你是老革命的后代，要面子，可这么跳下去就有面子了吗？
你爷爷在地下会骂死你，他老人家当年可是打鬼子牺牲的。还有你老婆，荆州最大民族资本家的大小姐，生长在金窝银窝，可是视金钱如粪土。据资料记载，当年荆州党组织的经费都是你姥姥提供。你想想，你要是这么跳下去死了，你如何面对你姥姥和你爷爷？我知道他们是党员，你也是党员。你对比一下，你走到今天这一步和他们差了些什么呀？差的是信仰，因为你失去了信仰。放屁！你才失去信仰了呢，侯亮平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龙哥，这软蛋没有勇气跳下去。我看到了，准备狙击。是。蔡振光就是个奸商，那你那山水庄园呢？真就这么清白吗？你能告诉我，你的财务处长是怎么死的？我的财务处长，您刚才不是见过了吗？他现在不是正跟您的手下办交接呢吗？你知道我在说谁？那个前不久在烟台山滴水洞死去的那个，跟着你创业十几年的财务处长，你不会把他忘了吧？刘庆柱，我怎么能忘了呢？是个好人。好人是怎么死的？有人说他是被吓死的。谁还能被人给吓死呀？卢处长，您真会开玩笑。他呀是死于心脏病突发，我当时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，派了我们办公室的主任马上就赶过去，想尽一切的办法抢救他，只可惜最后还是没能救过来。我们大家也都挺伤心的，毕竟是这么多年的同事。事发后你倒是去他们家表示了慰问，而且还代表了高育良书记表示的慰问。我去他们家慰问是事实，但要说我代表了省委高育良书记，那就是诽谤了。陆处长，您觉得我算老几呀？我能代表高育良书记？外面人都说呀，你高小琴的高跟高育良的高是一个高。我倒像是，可惜呀，还真不是。好，我马上就过来。高总，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。接下来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工作，您随时通知我们。我估计呀，会常来的，随时欢迎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新中国，这个国家是谁打下来的？是我爷爷、我姥姥他们那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抛头颅、洒热血换来的。不是你，你是坐享其成者，你没资格说我。你是共产党员吗？你能背得了共产党宣言吗？哟，刘总，你还能背得了共产党宣言？你听着，一个幽灵，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，在欧洲大地上徘徊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还不动手啊？目标一直在动，老虎在找角度，老虎在找角度。为了剿灭这个神圣的幽灵，一切旧势力都团结起来了。教皇、沙皇、梅特涅、极左、法国的激进派、德国的警察都团结起来了。无产阶级失去的是枷锁，得到的是整个世界。给我，侯亮平，侯亮平，你耍流氓，放了我，侯亮平。你是无产者，你得到了锁链，失去的将是整个人生。戴总，侯亮平，你凭什么抓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会后悔的，侯亮平。厅长，事情紧急，我不得不来机场接你。刘新建被抓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撤吗？撤离的事情你处理得怎么样了？
账面我基本上已经抹平了，可是资金确实还没转出去多少。那我们就不能撤。我可不希望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全部都白费了。再说，你现在就是想走也未必走得了。刘兴建可是个软骨头，我听说他被抓的时候出尽了洋相，你觉得他能给我们留时间吗？刘兴建出洋相，可能当时被抓的时候他自己脑子短路了。我相信他会迅速清醒过来，因为他知道他必须给我们留时间。那侯亮平呢？我可听说他一早就提审了刘兴建，他能给我们留时间？我现在就是要和侯亮平抢时间。刘兴建自己做过什么，他心里非常清楚，他应该知道，给我们留时间就是在给他自己留时间。行，先上车吧。侯亮平眼前的这个奇葩，被拘时还能流畅地表演背诵共产党宣言，听说连《资本论》都能大段背诵，看来这个刘新建还是有些理论功底的，这要得益于他给赵立春当大秘时下的一番苦功吧。刘总，昨天真是精彩的，那我们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聊。其实昨天咱们聊得不错，如果你再冷静一些，那就更好了。丢人，丢人了啊！哼，你是大型国企的老总，又当过侦察兵，昨天你的举动就说明了，你知道自己做过些什么，也知道我们反贪局为什么来找你，是不是？郝姐，我能说点实话吗？好，实话实说嘛。好。说心里话，这些年我知道一直有人在不停地告我，目的是什么？不就是想从我这个当秘书的身上打开缺口，给我们赵立春书记制造麻烦？从秘书身上下手，这是很多人惯用的伎俩。刘兴建再给我们时间，我们也救不了他。他现在人在侯亮平那儿啊。救。肯定是救不了，争取能够就事论事吧。只要老靠山不倒，我们就还有回旋的余地。那你觉得老靠山会倒吗？现在外面传言很多。我们没有退路，老靠山同样也没有退路。你是说他会动用一切的力量和权力，和沙瑞金斗法？斗得过斗不过我们先姑且不说，但是有一点啊，我们必须要利用这段时间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先处理干净。我怎么处理啊？寒冬油气的账被侯亮平全给封掉了呀。哼，有人比我们急。来，着急的人来电话了。哎，魏龙儿，我在赵立春同志身边当了8年的秘书，可以说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秘书，比李达康当年任期都长。赵立春书记一直非常信任。赵立春书记调到北京以后，打住打住，别一口一个立春书记立春书记的，立春书记不是你违法犯罪的挡箭牌。刚才还说昨天聊得不错呢，怎么脑子又短路了？我是在陈述事实。好，那我们就接着昨天的事实继续聊。谁告诉你丁义珍在非洲开金矿的？不会是立春同志吧？我说过这话？当然说过了，我们都是有录音录像的。哦，那个，我就是随口说了那么一句，可能是记不太清了。
也不知道是谁，这个跟我说过，丁义珍好像在非洲开了个黄金公司。齐同伟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跑老爷子那儿告我状去，让他骂我一顿，你诚心坏我事儿是不是？汇报是玉良书记的指示啊，我不能不去吧？那刘芊芊被抓了，你汇报了吗？这是突发事件啊。哎，我说瑞龙啊，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没跟老爷子汇报吗？啊，行行行，这事儿别在电话里说了，你马上过来，我在宾馆里。这也正是我们感兴趣的地方。丁义珍在非洲开金矿，这么大的秘密，是谁告诉你的？是啊，谁告诉你的？我是追逃小组的成员，我都不知道。我记不清了，忘了是谁在我耳边随口那么嘀咕了一句。那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是不是就后悔了呢？觉得自己也该早点像丁义珍一样去非洲，逃避中国法律的惩罚，过上幸福的日子，是不是？没，我怎么会这么想呢？我真是就是随口瞎说的，别当真啊。我可以不当真，我也告诉你一个事实。据我们追逃小组掌握的情况，丁义珍在非洲的日子过得很艰难。我判断，丁义珍不死于非洲恶劣的治安环境，就算他走运了，他未来最幸福的日子就是和你一起在国内的监狱进行劳动改造，重新做人。哎，干啥你们？王校长，好久不见呐。侬认出你了吧？阿拉是上海游客，不认识侬。哦哟，王校长，侬一口上海话讲的实在是吓死人啊！我，阿尔法公司的郑钱，郑总，郑大导演。好了，不认识侬，肯定不认识侬。哎，这下认识了吧？你们怎么打人呢你？哎呦，王校长。侬会好好说话了，啊？你说说你啊，你骗骗国家也就算了吧，你敢骗我？郑总，那个李警官口误。郑总，你这没有这么说话的。啊，对对对，国家是说骗就骗的吗？骗国家那也得有资格。我，哎呀，我让你骗国家，骗国家。行，哎，带他走，走。哎呦。真疼啊！包总，刚才这招，以后别用我身上啊！看你表现了。这批衣服很快就完工了。完工了。哎，郑总。你看看咱们厂这活啊，不是吹，质量比任何国际名牌都不差，老厂员工技术好啊。哎，马叔，哎，要说你们这技术啊，那是没得说，可就是效率。马叔，我很替你们担心的。你说一共就5000套保安服，你们都做了多长时间还没做完？咱们这不是老要跟政府打游击吗？政府他老是来封门呢，都封了3次了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！现在就在3车间门口，你爸爸呀，他正在应付着呢。啊，走，咱看看去。啊，看看。这封条都贴了好几回了，您就别再撕了。您说这要是发生意外怎么办？就是，像上次一样发生集体冲突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也不想发生冲突，我们也不想战场，但是你得给我们一块地，建好了新厂，我们才能搬出去啊。这跟那个住房的拆迁是一样的。你得给人一个新房子，人家搬出去，你才能拆老房子呢。您是这意思吧？对呀。郑师傅，您听我说，这得由孙区长他决定，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事情。就是啊，郑师傅，我们只是跑腿办事的。这封条您撕了，我们还要再过来贴。您就行行好，不要再折腾我们了。
你们呢也行行好，给这些叔叔阿姨们一口饭吃，是不是？啊，好。既然你不清楚消息的来源，那咱们就把这个话题先放到一边，现在聊一聊你山水庄园的那些朋友吧。山水庄园，您说的是哪些朋友啊？经常和你聚会的朋友啊，高小琴、陈金泉，还有赵立春书记的儿子赵瑞龙。还有那个逃跑的丁义珍，对，还有丁义珍，你们差点合伙开金矿的。我跟他说了，让他到非洲找丁义珍开金矿去，他不去呀，那我有什么办法？他不干，你就真的没办法了。我也没闲着呀，我那不老虎也叫过来了吗？结果就犹豫了一下。错失良机了，你这一个疏忽，我得用多大的力气来弥补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尤新建不同于陈清泉，他肚子里的秘密可实在是太多了。嗯，如果他要是被攻破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呀，我这不把你请过来商量吗？看怎么能把刘新建那祸害给除掉。大家听我说，我们呢也是公事公办，这政府的封条能随便撕吗？你们还有没有法律意识？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厂子，我们工人要吃饭呢。就是啊，你们把封条再贴上，我们肯定还要撕。对，除非你们解决我们的厂房问题。对，这是前提条件。你不解决这问题，对，叔叔阿姨，叔叔阿姨，马叔，我觉得您说的不太好。那你说这贴封条也是人家的工作。人家刚一贴上，你们就给撕了，这让他们回去怎么交差呀？是是吧？你好，请问这位同志您贵姓？我姓金。你好，你好，金同志啊。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了，你看看这些叔叔阿姨们啊，个个都要养家糊口，你把大门一封不要紧，可是他们怎么办啊？个个等着买米下锅呢。爸，要不我来出个主意吧？啊，这样。这个车间大门，你们该封照封。不是，这不成啊！这爸，这各位叔叔阿姨，你们听我把话说完嘛！啊，这个大门，让他们该封照封，但是把窗户给咱们留下，以后呢，咱们工人上下班全都走窗户。这一点倒是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这样呢，一来你们可以回去交差，二来呢，也免了咱们之间的矛盾冲突。但是我提一点。您看这个厂子能不能晚上上班，不要让大家看见，这样我们回去嘛也好交个差啊。哎，别说这套是个办法啊，他们交了差，咱们干了活，对吗？马文明，这么着，哎，咱们呢改白班改夜班，就这么办。我跟他们其实情况很简单，就是普通朋友，很正常，去社交嘛。你和高小琴的关系没那么一般吧？举个例子，你和高小琴的关系一般吗？你们汉东油气集团和山水集团每年有合作项目，也有资金往来。有个有趣的地方我注意到了，你们公司每年要通过山水集团放几笔过桥高利贷，是不是？这个企业之间互相拆借资金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但是放高利贷不正常啊，是不是违反了国家规定呢？还有，赚到的高额利息放到自己的口袋就更不正常了。是，我承认，这个为了给大伙谋点福利，违反了财务制度。这个我确实有责任，
但是我没有给国家造成任何损失啊。没有损失吗？那大丰项目7亿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事儿咱们不商量了，啊！现在想除掉刘新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那怎么办？我会托人带话给他，会告诉他，老书记对他目前这个状况不会置之不理的。我们会在外边，通过运作关系来保住他，只要他能够扛得住。嗯，那你就跟他说，啊。只要他扛住了，别乱咬，属于他那一份永远都是他的。而且我们会照顾好他的家人，尤其是他的儿子，毕竟是兄弟一场嘛。你说呢？你知道我们现在最大的威胁是谁吗？侯亮平，他会千方百计地撬开刘新建的嘴，继而攻破山水集团。一旦山水集团被攻破的话，你们家老爷子，你我，我们所有这条线上的朋友，谁都逃不过这场灾难。你还怪我啊？这刘新建那是当断不断的。其实真正的祸根就是那侯亮平，你怎么早不把他给除掉啊？连续干掉两任反贪局长，白痴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你不把他除掉，随时把咱们给连锅端了，你知道吗？再弄一次意外事故，难。老虎还没走呢，让他干。侯亮平这个人啊，生性谨慎。他一直在检察院反贪区待着。怎么，你让老虎直接闯进去？薄命也不是这么个死法啊。今天啊，真是麻烦二位了啊，以后咱们常联系，好吧？好的，要不然中午咱们一起吃个饭吧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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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我们现在管得严嘛。行，那我就不留你们了啊。行，再见啊，再见哥，再见再见。哎，马文明啊，哎，小心点，那果子可烫人。你放心吧，啊。哎呦，什么事儿？这是在自己厂子干活，跟做贼似的。我说爸呀，您就别发牢骚了啊。今天您做贼的这个权利还是您儿子帮您争取来的呢。那个就是更正常的项目投资啊，他们公司出地，我们公司出钱，去盖一些酒店啊、写字楼什么的。这个项目我们可是经过非常严格的科学论证的。科学论证之后，就把7亿打到山水集团了。对啊。有些细节我记不太清了，那都应该是2-3年前的事了吧。7亿，这就记不清了。那我再问你，你把7亿打到山水集团的时候，这块地是否已经在山水集团名下了？应该在啊，要不然，怎么会有合作基础嘛，是吧？不对吧？据我们了解，这块地直到现在都没有完成招拍挂。在山水庄园？哎呦，齐厅长，你可真有想象力。那个靠的不是想象力，是智慧。我们现在必须跟侯亮平争取时间。是。那这行动细节，你是不是还得跟那高总说？这事儿啊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啊！既然是知道人越少越好，你还跟他谈什么条件啊？直接干了他不就完了吗？那东北话不说了吗？他能动手，咱就背抄抄。动手呢是下策，我们必须要做两手准备：要么让他答应我们的条件，要么他得给我永远闭嘴。现在啊，双方都是明牌了，那侯亮平
还敢来吗？我太了解这个人了，他一定会来的，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个机会，他不会错过。我安排。怎么，又不愿意说了？哎，哎，猴子，是我。那个赵瑞龙过来了，他想见见你。是立春老书记的意思，你看你是见还是不见啊？嗯，如果要是行的话，晚上咱们在山水庄园好好聚聚。这现在定不下来啊，我正在看守所提审呢。啊，我知道，你在审那个刘新建嘛。其实要我说呀，你没必要什么都事必躬亲啊。让下边人去审，潇洒点。哎呦，是是，老学长，我是得向你好好学习该如何潇洒了。那个，另外啊，山水集团的高总呢也想见见你，他想问问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呢。说实话啊，你的人呢从他那儿拿走了好几袋的账本。哟，让阿庆嫂不高兴了，真是罪过呀。那我晚上争取过来吧。当面请教，这错了就赔罪嘛。那行，六点我让程度去检察院接你。好，晚上山水见了。OK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啊，周正，我在这个问题提纲里列了10个问题，一会儿你给刘总看看。好的，刘总啊。那10个问题，希望你回去好好想想，咱们下次可以聊得顺利一些啊。老郑啊，要我说啊，你这个董事长干脆让你儿子干算了。你觉得这小子靠谱吗？反正比你靠谱，人家能给咱啊弄来活，赚到钱，情商也高。我就怕他不走正道。哎，现如今呐。路子太正了也不行，恐怕连工都没得打。真的，也是。哎，咱们可以跟他来个网上合作。他们阿尔法公司不是弄什么网上商城吗？直销男女时装啊，他们销咱们做。哎，这个办法好啊。哎呀，好是好，你看，连个正经厂房都没有，上班得翻窗户。好了，怎么样啊？他们天天跟人打架，我去两句话摆平了，不就是一个封条吗？哎，不过现在马文明真的可服你了，说让你当新大丰的董事长。哎，打住，我可不干啊！他们厂现在什么状况你看见了吧？我给他们弄了5000套保安制服的活，都多长时间了？现在还没弄明白呢。可是人家有几百万的股金啊。所以说，我要跟他们法人合作，咱们下订单，让他们干活，利用他们的资金。嗯。一点都对，反正他们那钱闲着也是闲着。吃饭了，吃饭了，马总，吃饭了。吃饭了。吃饭了，吃饭了，我吃饭了。吃饭了。吃饭了。整体点，厨房里。小汤，啊，马师傅，郑主席，你怎么每天都吃咸菜啊？这受得了吗？啊，哪有什么受不了的，我都习惯了。都是我们家王文革他。王文革怎么了？哎，他不出院了吗？就是因为出院了，我才担惊受怕的呀。您不知道，他没事整天到处瞎转悠，还说是
要把蔡成功弄丢的古风给找回来，您说他不是说疯话吗？哎呀，我真担心他会做出什么事儿来。这么着，明天啊，我和老马跟他聊聊，给他宽宽心。哎，好啊，好啊，谢谢郑主席。您不知道，我是再也经不起事儿了。真是猖狂啊！我们这边正在审赵立春的前秘书刘兴建，这赵立春的大公子倒来了。来干什么呀？来干什么？这明摆着捞人啊！那就让他们捞，咱们趁机啊，把他们全都拉下马。刘山，怎么是你？小姨父，我已经快到你们荆州了。你来荆州了？你在火车上啊？对，我在高铁上。哎，你说你不在北京好好看家，你来荆州干什么呀？我来应聘啊，荆州阿尔法信息公司招聘呢。那你小姨知道吗？小姨知道，小姨让你放心，我面试完就回去。嗯，那好。宝宝，嗯，酒足饭饱了吧？嗯，那你先回去。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啊，我呀要面试一个北京来的首席服装设计师。哦，我知道，就是那个扫除一切害人虫是吧？嗯嗯，就是他，一个特仗义的哥们儿。是哥们儿啊，还是姐们儿啊？当然是哥们儿了，你真逗你可。程程理，我警告你，你可是个结了婚的人了啊。哎，我回忆一下，假的。